这次参赛作品做的是一个音乐盒，然后之前在家里把这个音乐盒给外观整体上算是做出来了。现在又转化成了这个图纸，然后装放在这个软件上，先打开看一下。首先连接激光雕刻机，打开文件，放在那目前这个电脑上显示的这个图形就是我们一个侧板，然后现在开始把这块板从纸板从木板上切下来，就切出来一个这种形状。可以看到整个音乐盒是由木板激光雕刻然后拼接成的，后面是它的两个接口，一个是电源线，一个是数据接口，这里设计了一个开关。通过刚才的演示，大家可能可以猜到这个面板的旋转是由里面的电机带动的，这里面是放置了一个42步进电机，后面是有一个控制板来控制42步进电机来进行转动的。可能大家没有猜到，它的声音也是由42电机转动的时候所产生的。我们驱动电机以一定的频率去转动，而电机的转动产生了固定频率的振动，通过电机的振动带动整个音乐盒箱体的振动，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了。这整个音乐盒的核心就是通过上位机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是由我们编写的，然后通过这个软件把谱子输进来，谱子转成巨代码，把巨代码通过数据口发送给控制板，控制板控制电机进行一定频率的转动，就产生了音乐。这次又新添加了哪些功能？新的功能是这里有个升调和降调，升到调又是直接输到调，你看现在跟刚才的区别，调变高了。哦。也可以降调，降调的话就是输减一，对。它这是实时变化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节奏可以变，你看现在是九十六嘛，这个节奏的话是每分钟都要拍，就是快慢。其他的，然后这个打开文件是指的打开音谱文件，就是 TXT 的，这里就是弄到的音谱。然后比如说这个大风车打开之后，它就是播放，它同时把音谱会加载下来，然后现在就加了停止，你可以把就是播放的时候可以让它停止。以前的话，对，以前的话只有播放完才行，这个的话就是打开这个格式的文件，它会自动识别这种格式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下到的一些，就是这个有个9981柠檬青花瓷水手，还有夜空中最亮的星。电脑上显示的这个图形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外就是那个音乐盒的那个一个底角，一个侧板。我今天翘起来哪翘了？这边给它压一下。你的车轨球呢？啊，这是这样。这谁买的？你买的木板？他咋没买木板？他买的吧？谁买的？不是你买的。我差劲的木板呀，是不是便宜吧？还是我给他的链接，还是上一回那个？他回去是手潮了，下雨了吗？有没有可能？它不能放大吗？可以，行。哦，哦，搞半天在这放大。这个之前泡过了，然后泡过之后就可以给弯。或者这个地形拉下来也容易弯曲，它不容易炸。炸了哦。不容易裂开。特别好，怎么装？需要装饰一下，需要画一个什么简笔画的东西是吧？那半年公司 logo 这些画，你看每个人的名字，制作人的名字。留个名字，视频加上名字就行。对，不用加名字，这个不用加名字吗？你不加吗？为什么当初想到用四个电机？可能声音大。四个电机他们会同时转吗？可以让它同时转，但是结果发现就是这样子放的话，比如说你这样子两个同时震动的话，它会把这个声音跟这个声音，因为它是声音嘛，声音其实是波，对不对？对，水波你见过吧？你丢进来这里一个，丢进来这个也，它就会对撞，相当于这个震动这个也震动，它俩就会抵消掉，然后声音就会减弱了。不是，当时我跟 Tony 我俩分析了呀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为啥他就设计成这种结构了呢。我现在很想把 Tony 拉过来让他解释一下。啊，其实是想让这个木板震动的。对，想让这个木板。还有一个就是确实可以靠这个木板，就是这里弄一根很尖的东西，把它转的时候就晃晃木板的声音，吱吱的声音，大概就这样的声音。